来。几个字？四个字，前两个字是。请王牌女郎费总用 vivo X60 系列手机随时抓拍过程当中的精彩画面。干嘛这是？包泽乐呀！倒立，倒立！你这个太复杂，可以这样演，你看啊。倒。前两个字吗？啊。倒群。哎呦，倒戈。倒戈。倒挂。倒挂金钩。正确。啊，哈，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只有我们俩。好烦。杨迪加油，加油，你们加油，你们猜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这第二个字是那个，哦，我是后面两个字。鱼报相争，沉鱼落雁。正确。怎么回事？小童大学毕业了、啊、我毕业了。哎，你偷偷给我们点提示可不可以？谭鑫加油。这个难演了。呼风唤雨，妖风，妖风凛冽，什么妖风什么呀？妖风，然后呢？妖风阵阵，狂风暴雨，狂妖风四起。正确。小童，你真的是七个字。小童好厉害啊！小童开挂了。我真的是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。你说什么呢？那是你姐。看着啊，七个字，七个字。很好演，我演前面两个字啊。喵。猫。瞎猫碰到死耗子。正确。就是小童，你真的是瞎猫碰到死耗子。啊！提啊你！给我们点面子吧。我们姐妹俩吧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吧。暂时比分4-2领先，还有锦囊，王牌家族先选，随便选。看看我们的运气。哎呀，哎呀，漂亮！是亮吗？是的呀。哦。哎呦。哇！紧急集合！怎么办？过来，你别换。所以现在王牌队的得分是400分。题都没这么多题，现写的吧？别给我们抽掉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什么什么什么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互换比分。谢谢仙侠队400-2获胜。耶、yeah、无论是答题的实力还是抽签的运气，今年第六季我们简直感觉好像开了挂一样，开了挂一样，开了挂一样。谢谢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想扔，我看我们的队没有人扔的，我得扔了。何必呢？